你们俩干嘛呢？跳探戈呢？啊，局长。好了，还是这句老话啊，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。训练的时候一定要多动动脑子，不致死不等于不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喂，您好，1110报警中心。城中村发生命案，好，请告知详细地址。 咱们家到底得了谁了？对你妈下这样的死手啊！你妈走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去看看去。啊啊，不是，救救我！谢谢。 静静，你们是第一个进入案发现场的吗？哎，你说说，我妈买这衣服这么神，她能喜欢吗？女儿给爸爸买的，什么样你爸都会喜欢的。快走吧，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咱爷俩必须得折腾。啊，哎，好。进来呐！进来。 你记不记得你妈生前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或者和别人有什么过节？我妈退休在家，她能得罪什么人呢？死者腿部有一处陈旧性骨折，头部被不明物体敲击过。 死者腹部被刺，主动脉破裂，这是死者的致命伤。被害人的尸体呢，在平房外屋的东北角，头部被钝器击打，身中两刀，当场毙命。现场的搏斗痕迹并不明显，室内呢，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丢失外，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聂小将。 把死者家里的情况介绍一下。是。死者魏君兰，现年50岁，是我市药监局的退休职工。死者丈夫秦亚轩，是我市自来水厂的总经理，家中还有一女儿，去年刚嫁人。这一般的杀人案件啊，无非是仇杀、情杀、图财害命、杀人灭口。可是这个案件呢？
这死者家里除了丢了一台电脑，没有损失任何的财物，所以基本上排除了图财害命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确定嫌疑人，寻找突破口。还有吗？这个案子群众反响很大，市委领导要求我们尽快破案，给全市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。 你好，两位。我们警察。哎，你们找谁呀？找你们经理。哦，我们经理上工地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为我们经理夫人的事儿来的？你认识你的经理夫人？啊，见过一面。哎，听说她被杀了。 前两天他还跟一女的在这儿大吵一架。哎，现在呢，死者丈夫是我们重点的怀疑对象。可是，在案发之前，这个秦亚轩在市里边开了一天的会，没有作案的时间，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找到他杀妻的证据。但是我们发现了这么一条线索：死者魏君兰。 跟他吵了一架。这是我们在自来水公司走访的时候发现一段视频监控。这个女人叫吴彤，在洗浴中心工作，案发后去向不明。经过我们调查，她和秦亚轩是情人关系。尊敬的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。 今天宋仁义叔叔特意给同学们送来了崭新的电脑，供同学们学习使用。同学们高兴吗？又一次来到学校里边，我这心里边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啊。小时候因为家里穷，没上过几天学，后来大点儿就跟着大人们去城里边打工了。 辛苦了啊，一定要慢一点啊，慢一点啊！哎呦，师傅，您辛苦了啊！你们宋总啊，真是好人啊，他不但事业有成，还被教育献爱心，谢谢你们啊！我们宋总啊，不光对社会献爱心，就对我们袁总也好着呢，好人一个。哥，咱搬吧。行。师傅慢点啊！哎呀，张队，好久不见啊，真不好意思啊。我前两天出差了，不刚回来吗？听说您找我，我正要去找您呢。这些年你这个公益事业是真没少做。 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您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这不有点小事儿，求你帮个忙。小强，给宋总看看。啊，嗯。请问，这是你们这员工吗？哎，这个是我们的副经理吴彤啊。哦。那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。他请假了好几天都没见着他了。他和秦亚轩什么关系呢？ 吴彤是我们这儿的财务主管，每个月交水费的事儿，他跟秦亚轩啊有业务上的往来，他们认识好多年了。哦，那您知道怎么联系上他吗？我这儿也正找他呢，您说单位里边一大摊子事儿都等着他干呢。要说吴彤这个人吧，工作上还可以，就是这个性格和脾气啊，有那么点怪。哎，我们大家伙啊。 都管他叫冷美人。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很稳啊。
辛苦辛苦，辛苦了啊！来来来，请坐，坐。哎，陈总，9月16号案发前您在什么地方？那天我在市里开了一天的水利工程规划会，下班以后，北甲和孩子一起回到家里吃个团圆饭。但是没想到，您爱人跟别人有过什么恩怨吗？不会的，我爱人人缘可好了，他不会得罪什么人。夏雪，你跟吴桐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您不要误会，我跟吴桐只是一般的朋友。一般的朋友？哎，您老婆魏君兰跟吴桐不是吵过一次架吗？就在您门口的那个监控视频底下，都拍下来了。是，我跟吴桐呢，这已经认识好多年了。他人不错，我们也很谈得来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我们现在怎么能找到吴桐呢？我现在跟他也联系不上。哎，是不是我老婆这个事儿，他有什么想法呢？魏金兰退休以前，他查出一个案子，哎，这事儿是不是跟他有关？那我能看一下当时执法记录吗？这个人，杜行甲，外号叫二球拍，4年前来的本地，专门贩卖假药，因为致人中毒被判了6个月。他这个案子正好就是这个魏金兰退休之前办的案子，两个人积怨很深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这3个人都有作案嫌疑，所以你们在侦破过程当中要注重细节，千万不能有任何遗漏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。明白。像怎么了？把手伸出来。你最近是不是摊上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大师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确实摊上点事儿。这得马上化解呀！如不及时化解，接下来呀，那你容易有血光之灾呀，那得赶紧破呀！这就看你呀，有没有诚意了啊？哎，你看够吗？嗯。哎呀，大师，你快点给我削啊！你把这道符贴在你们家房檐下，这灾呀，毛准全都消了。真的吗？那是啊。嘿，我的钱！怎么小偷，我站住！大师，哎，别跑！哎，大师。快！
对不起，打错人了。放下。二九块，别着急走。喂，张队，我们查到了吴桐，在北京和平寺。尽快找到他。是。二九块，你这好人好事，见义勇为啊。啊，张大队啊，他偷的是我的钱呢。啊，找你聊两句。张大队啊，他是小偷，我是抓小偷的。我知道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张大队啊，聊两句。不是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警察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吴桐住几号房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他已经退房了。退房最近忙什么呢？还是老样子，反正是违法乱纪的事儿，咱不干了。再说谁愿意老上你这儿来、啊？这个地方你熟、啊。魏君兰，你认识吗？啊，我也认识。他被人杀了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也是刚听说。9月16号，你在什么地方？9月16号。哎，张大队啊，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杀了魏君兰吧？就是问问。坐坐坐坐。回答，在什么地方？9月16号。哦，我回东北老家了，我老婆病了，我这不前两天刚回来吗？嗯。走。
吴桐。宋总，我说你这一阵到底去哪儿了？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就不接呢？我不是已经跟您请过假了吗？你知道这两天警察一直在找我，就你和秦雅轩那点破事儿，你给我找了多大的麻烦呀？你说，那不还是您介绍认识的？那我也没让你跟他上床啊，宋总，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儿，跟您和单位没关系吧？不信。张队，我有点事儿跟您说呀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怎么办啊？队长，什么？吴桐回去了。小佳，你说，队长专门安排咱俩来北京找吴桐，这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！瞧把你美的，咱们这可是工作，别谈私事。啊，我怎么不能谈私事？行，那咱俩谈谈正事儿。咱俩那事儿，你到底跟你妈商量了什么时候办？说，如果一个女人真的爱上一个男人的话，那她是不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？哼，你又跟我打岔是吧？这个吴桐，我还真想会会这个王美呢。对，是这样。你进，稍等一下。宋总，他们来了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接一电话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哎，啊，坐坐坐。对呀，我跟你讲，节能减排的工作是咱们今年的重点，你们一定要落到实处，知道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挂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宋总是这样，张队说吴桐回来了，所以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进。宋总，您找我。啊，来来。两位同志想跟你聊聊，来坐坐。来，那你们聊。哎，好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好吧？您忙，您忙。好好配合工作啊。你是吴桐？魏君兰被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全市人民都知道，我当然也知道。请问？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天我去自来水公司办事儿，完事儿秦总送我出门，那个女人就突然串在门口，对我拳打脚踢，还骂我抢了她男人。不是，那你到底有没有抢别人男人？姑娘。你谈过恋爱吗？你爱过吗？你觉得男人是靠抢能抢得来的吗？每个人都是自由的，每个人都有选择爱和被爱的权利。我也一样。你知不知道人家秦雅轩是有老婆的，什么爱和被爱的权利？不是你这人怎么说话？吴桐，问你一下啊。9月16号案发后，你去哪儿了？在做什么？君兰，你好狠心，你就这样扔下我和孩子走了？啊！我们爷儿俩可怎么活呀？
把这花再湿润湿润。您看着呢吧，啊？这个秦雅轩，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他杀妻的证据。但是秦雅轩的这个情人吴桐，他虽然没有作案时间，但是他却有作案动机。我们不排除他为了上位而谋杀了魏君兰。既然秦雅轩没有作案时间，吴桐也没有亲自动手，那谁会是杀人凶手呢？我觉得不排除他们俩合谋雇凶杀人。如果他俩合谋雇凶的话，那为什么秦雅轩非要雇凶手在自己的家动手呢？他完全可以离远一点，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。怎么不符合逻辑？好了好了，停停停，我们现在也不能排除吴桐单独作案的可能吧。行了行了，说说二球拍吧。我调查了，二球拍贩卖假药被判了6个月，这不刚出来吗？好几次去死者家中闹事儿，秦亚轩为了息事宁人还给了二球拍不少钱。哎，最主要的还给他介绍了个工作，所以这表面上两家的积怨就基本解开了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，案发期间二球拍回东北老家了，根本就不在燕里市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谁他哎，队长，队长，我其实啊，咱破案也和打靶一样，也要稳、准、静。稳，说白了，就是要胸有成竹；准，就是全神贯注；静，就是心如止水。你别再说了，你爸那儿我去解释，啊，好吧，好了，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跟我们局长在一起呢，回头再说。怎么了？反反复复，磨磨唧唧的。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？2个星期。不是我说你啊，有时间还是要争取多回家。啊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让你回家，不是让你去干那些鸡毛蒜皮、帮着做家务的事儿。赶紧弄个孩子出来啊！咱们俩打算绝后。好，好，好，您怎么又来了？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，过几年。案子什么情况？局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案子真是有点挠头啊。碰上一个线索，没了；再碰上一个线索，又没了。我跟你说，线索断了，找不着证据，这就好比是你面前一座高山，知道吧？你非得翻过去吗？你非得爬过去吗？弄不好连命都没了。学学水，绕过去。这样既能达到目的，还省劲儿。记住了，所有犯罪现场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静静，
我想问你，你爸你妈关系好吗？当然了。我妈出事之后，我爸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哎，你妈生前是不是出过一次交通事故啊？好像有那么一次，好像被什么车给撞了，撞完的那个车还跑了。还是邻居刘大妈给送回家的呢。刘大妈。嗯。大妈，您是秦家的邻居吗？我是啊。大妈，听说魏君兰曾经被车撞过。还真是有，那次啊，可把我给吓死了。刘大妈，买菜。买菜。魏君兰。没事吧？哎呀，俊兰妈！哎呀，他怎么看你这儿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腿疼。大妈，那您记着那车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嗯，灰了吧唧的，是辆小汽车。那您记得车牌号吗？车牌号？哎呦，当时啊，可把我给吓坏了，我记不得了。哟，李大哥。哎，你这走了几个来回了？才两个来回啊。哦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回家吧。哎，不行哦，闺女规定了，上午转四个来回，下午还得转四个来回呢。李大哥，你眼睛看不见，慢点走啊。我们对市区上千辆的灰色捷达车进行了排查，这个就是案发当天我们从附近街道监控拍到的疑似车辆。而且根据我们从二手车市场获悉，去年这辆车曾经有过一次交易，而买车的人就是他。之前我们在二球趴的住所走访的时候，发现他曾经确实有过一辆灰色的捷达车。还有啊，据街坊们反映，他后来说开黑车不挣钱，就把车给卖了，而他卖车的时间正好是这次交通事故之后。哎，你说啊，这个偶然的一次交通事故怎么偏偏让他们两个人给赶上了？偶然？从来就没有偶然。喂，你看这就是李大哥在等着你们呢。李大哥，李大哥，警察同志来了，起来。哎，大爷，您好啊。好。警察同志啊，那天你们走了以后啊，我和李大哥一念叨，李大哥还真想起了这么一件事情来。大哥，警察同志，我是瞎，您瞧我还长着耳朵呢，又大又灵。那天好像我也是遛弯儿，就听见两个人呢敲秦亚轩家的门，其中还有一个人呢喊了两嗓子秦语，听口音像是东北的。大爷，您听出来是两个人，而且还是东北口音？没错，我说两个人绝不会冒出第三个。哎，预测人生，引领未来啊！预测人生，引领未来啊！哎，预测人生，引领未来啊！有没有算命的赶紧来。哟，二秋发在这儿忽悠上了。挣个零花钱呗。我们来呢是想跟你了解了解情况。我问你，你之前是不是有过一辆灰色的捷达车？这什么捷达车呀？你看我这样子像是有捷达车的吗？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，你能别跑偏吗？我没跑偏呢。啊，你就说你有还是没有吧。这车有啊，自行车。不老实是吧？没有啊，我确实
我就趁一辆自行车。没有。公安局来调查那辆捷达车了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！嗯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那辆灰色的捷达车，警察已经调查出来了，二修牌子要栽了。看来这小子要坏咱们的事儿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不能因为一只死猫坏了咱们的大事。你给他一笔钱，让他滚出雁翎市，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办。好。二秋拍极力否认自己有一辆灰色的捷达车，他显然是在说谎。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这个二秋拍如果真的撞到魏明兰，那他为什么要开车撞魏明兰？就因为那点恩怨。哎，不是啊，坐坐坐坐，哎，接着说。杀死魏明兰的凶手好像也是东北口音，所以二秋拍有非常重大的作案嫌疑。在这等你半天了，这个钱您先拿着。哎呀，我老婆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，这拉钱哪够啊？您是个大老板，发发慈悲，再给甜点呗。剩下的钱过几天我再给你汇过去，拿着。记住俩字，闭嘴。没问题。我保证闭嘴，哎，我拿焊条啊，把我的嘴给焊上啊！马上离开这座城市，我这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你。二球拍回来了啊！
行，慢点啊，小心点啊，放心。哎，好嘞。那俩是干什么的呀？每回来了都往那里头跑。你看你管什么？那么多事干什么呀？干咱们的活。老秦，这么多年我们在一起，我没图你别的，就图你像父亲一样给我关爱，给我温暖。我知道我逼你离婚我不对，但我也是没办法呀，我得对咱们的孩子负责任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你怎么会对他下如此狠手，你让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呀，老秦？我正想问你呢，我不是答应你跟他离婚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你血口喷人！你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你知道吗？咱们俩这感情就像这条破船，随时都可以沉没、腐烂、被人嫌弃、被人唾弃。彤彤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会爱你，我能够给你最好的生活，啊。陆总，什么不委屈？局长，您要的。来，局长，怎么了？刚刚得到消息，这个二球拍今天从北京坐火车回东北老家了。马上组织力量，抓捕杜兴家。我们马上去东北。还真是，我局长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你身体怎么样？还行。妈，儿子，爷，怎么这么急呢？妈把包都给你收拾好。谢谢妈，我过两天就回来了。那个，您别忘了把那个红烧肉给我做好了。就忘不了你这红烧肉。老局长，您这身体啊，真的是需要人照顾。他爸爸又在南极考察回不来，这局里本来是派别人去的，可是这小子非去不可，拦都拦不住。要不是我孙子呢？你看，我就说对了吧，我爷爷肯定向着我。爷爷，哎，这个可是跨省追捕的大案子，您说，这关键时候我怎么能掉链子呀？那是，不能掉链子啊！这脾气啊，跟您年轻那会儿是一样一样的。哎，中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上次我有酒，有酒，谢谢，中吗？嗯，注意安全啊！师傅，哎，好，自己照顾自己啊。嗯，慢点。爷，好，拜拜，一路顺风。好嘞，哎，慢走啊。刚才你爷爷和你妈还是那么关心你，还把你当小孩儿啊。哎，张队啊，你是不知道，哎，咱每次执行重大任务的时候，我爷爷跟我妈就送我那眼神儿，就跟我出去了就回不来似的。哎呀，乌鸦嘴，我跟家家都一样，你就是我这胳膊上次受伤那次啊，两个月我没敢回家，把你嫂子给急的。我知道那次，要不是你，我就穿帮了就。没办法呀，干咱们这行的，能有几个不让家人担心？谁叫咱们是警察呢？
能，就是这家了，这就是他家。二球班回来以后呢，我们一直在暗中观察他，除了他和几个街坊经常吃吃喝喝以外，没有发现他和陌生人接触过。他们家还有什么人？他们家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，老婆跟女儿呢常年在外打工。早晚都得出来。哎，二秋派，你这是在哪儿发财了？出手这么大方？哎呀，什么大方不大方的？咱们是老朋友了啊！有道是酒肉穿肠过，朋友心中留嘛，是吧？来喝。哥，他咋半天还不出来？我把他拽出来去。干啥呀？让他临死多喝两口，着什么急？待着。秋白哥，您现在可是预测大师了，这每天得不少账吧？哎，你知道个屁！什么预测大师啊？那纯粹就是扯淡。哎呀，我每天忽忽悠悠的在那儿挣不了几个钱儿，如今呢，我遇到了一笔大买卖，想要钱，他就有人给，想要多少就能拿到多少。啊，行啊，您有提款机了？差不太多，比提款机还强啊，连密码都不用。兄弟，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啊？别跟他们磨叽好不好？不是，要不刚打死你。不。替人家消灾去劫呀，啊，积德无数。我跟你说，算命看相绝对是一流的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俩算算命，算一卦行吧？啊，二媳妇，算吧，算准了放你走，算不准，我一耳光给你嘴抽正了。哎呀，兄弟，那我太谢谢你了，我这嘴已经歪了好几十年了啊。哎呦，兄弟，正可谓阴阳隔昏晓。千万不要再动武了啊！要是再动武，有血光之灾呀！屁，哥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赶紧的，埋了吧！哎，小跑！哎呦，去！救命啊！放手！哎呀，不要埋我！埋了！埋了！哎呦，别动！打晕了！警察，快躲！包军爷，警察，哥，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
救你！等你哥回来救你！二零八，给我站着！哎。你们不要安慰我，咱们做公安的都知道，在和平时期，我们公安人员做一点牺牲是正常的。只要你们能够把罪犯抓到，那就是对我，对我们最大的安慰。哎，小倩，你给我站住！大蒙子，
你走好啊，经理。杜云甲，你现在心里啊，你清楚的很，在里边安全还是在外面安全？现在外面有人惦记着你，不会放过你的。我那兄弟周猛是怎么死的，你可是亲眼所见。你要稍微有点良心，你好好想想啊！我会一直追究到底。你不说这一关你是过不了的。我说。你找我呀？陈总，您这是啥意思啊？这个钱你收着，这辆车也归你了。陈总，有啥事儿您就直说，就咱俩的关系没问题。我这人一向是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是吧？二秋派啊，帮我做掉一个人。谁呀？我老婆。秦总啊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这两口子过日子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离了不就得了？何必动这么大干戈？离了，离了他会要我的命。啊，那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把柄让他抓住了？这个事儿不用你管。那你说怎么做呀？就用这辆车撞死他。哎呀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。哎呀，事成之后给你3倍的钱，你远走高飞。行，只要是钱到位，我一定帮你这个忙。切，大不了不就是场车祸吗？那你后来怎么又放弃了？是我女儿电话救着我。把我救了。
那两个人为什么要去杀你？肯定是秦亚轩派他们两个杀人灭口，因为我知道他的底细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秦亚轩的背后一定还有人，所以二球派这条线索绝不能放松，必须一查到底。敲山震虎。喂，秦亚轩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太不仗义了！你居然派人去追杀我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派的人被公安局给抓住了，你就看着办吧你！哎喂，喂！老松，事情办砸了，派去的人被警察给抓起来了。不用害怕，兵来将挡，咱水来土屯。这事儿要是捅出去，你我都得完蛋。你先回去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办。正义啊，秦亚轩和宋仁义的水利工程问题被群众举报了。现在看来，他们俩不但在水利工程招标时存在着不正当的利益，而且在施工时也偷工减料，行贿受贿。再有啊，916案件进展怎么样了？书记、市长，放心吧，我们会发动群众，组织方方面面的力量，全力以赴，争取早日破案。他你认识吗？认识。二球拍，你最近老给他汇钱，这是为什么呀？那是我借给他的钱。他说他老婆病了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吧。再说了，他在我们公司还做过临时工呢。你就那么有钱？你不认为他是在敲诈你吗？这种假设就不存在。他凭什么要敲诈我呀？这捷达车是怎么回事？这辆捷达车是二秀派自己花钱买的，他是打算回老家开出租的。这辆车一共花了3万块钱，他钱不够了，从我这儿借了5000。你老婆魏君兰在生前那腿是怎么骨折的？那不只是一次意外吗？意外？二球牌开着捷达车要撞死你老婆，这是意外？他你认识吗？认识。
叫什么？万飞。据秦亚轩交代，这个万飞是宋仁玉洗浴中心的一个司机，魏君兰的被害肯定跟这个洗浴中心有关系。宋仁义工程腐败一案已经被检察机关侦破了。这个宋仁义不简单呐。加强警力，准备收网吧。是。大兄弟，你鼓捣这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炸药。老在矿山上弄了几十年了。那你今儿要炸谁呀？炸谁？我他妈看谁别扭我就炸谁，为了我弟弟。你说我跟你俩说，哎，你说我今天要弄死你俩吧，我他妈于心不忍。我不弄死你俩，你俩跑出去爆炸的啊，我他妈怎么弄啊？给我打什么电话呀你？我们杀了秦亚轩的老婆，他们已经知道了。万飞要是还活着，咱们谁也跑不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咱们已经漏了，你有多远跑多远，知道吗？哥，我跟万飞是一个年头爬出来的，我不管他，谁管他呀？啊？就凭你，你以为你救得了吗？大不了，不是医师就是王胖。你别了。秦亚轩，你现在是拒不交代，对吧？没有关系，我们让证人说话。谁呀？万飞。哎呦，彤彤，两天不见就想死我了。来，宝贝儿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我这肚子一天天快大了起来。到底想怎么办呀？宝贝儿，咱们还是把这孩子先做了吧，好吗？我告诉你，老秦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一定会把这孩子生下来。并且，我一定还要给这孩子一个名分。我离，我就像蜂箱里的一只老鼠，只能铤而走险了。离婚行啊！我把你杨小三的事儿，你跟宋仁义相互勾结。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那些事儿，我全给你抖露出来。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你们不让我好过，我就不让你们好过，这就是好处。我告诉你，儿子，我别哭了。是我花钱让宋仁义派他的手下杀了我老婆。请坐，喝
点水。我有重要事情要汇报。知道了。
你妈让我来接你的。喂，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这里是110指挥中心，各部门注意，各部门注意，宋仁义往叶灵湖方向逃跑。找到劫持人质的车辆了，再往城西一带行驶，全程追踪，千万不要跟丢了，一定要保证人质安全。
后退！后退！退五年，待会炸死你们！一定要保证人质安全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开枪。是。范腾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你手中的武器。你他妈谁呀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到咱这儿来跟我谈？投降吧！少他妈扯犊子！给我一台车，带我弟弟来。要不然我给你打死杨家子，大家伙一起完蛋。喂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我他妈说话算数，要不然一拉弦，大伙都完蛋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局长，他不跟我谈，说要见您。另外，绑匪身上有炸药，随时可能引爆。周围学校、敬老院，还有住宅小区，万一再引爆炸弹，后果很严重。抓紧时间准备吧。好的。别墨迹了！我是局长申正义，你仔细看看，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？啊，我活不了，杨延来这活不了，你他妈大家伙都活不了，信吗？其实我知道你并不想死，如果你真想死的话，你就不会绑架人质，对吧？这样吧，你把这孩子放了，你有什么条件我就答应你，行吗？孙局长是吧？行，孙子，我的条件不高，我就想要台车，看看我弟弟怎么了。你条件高吗？你弟弟已经在来这儿路上了，你放心吧，车我给你准备好。别他妈磨叽了，我就想要台车，看我弟弟快点。所有人全部闪开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别他妈磨叽了！我想见我弟弟，快点，要不然我就炸死你们！车已经给你打着了，还是警车，畅通无阻。哦，对了，把东西拿过来。看见了吧？我想的够周到的了。省着得花两三年是没有问题的。注意细节，注意细节。明白。别他妈磨叽了，快点！我们全体公安干警的不懈努力，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。916大案终于破获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们警察这个职业，既是一张天网，也是一把利刃，是一把斩断罪恶之手的天刃。